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广东话大圈子，我是一心。今日我会为大家朗读乐师的故事。昨日去了年宵市场，每个摊档都好有特色。我买了一盘兰花，又吃了香喷喷的萝卜糕。年三十晚会同同事吃团年饭，老细邀请了我哋去佢屋企吃盘菜。嚟紧虎年，祝我嘅学生学业进步，我就升职加薪。昨日去了年宵市场，每个摊档都好有特色。我买了一盘兰花，又吃了香喷喷的萝卜糕。年三十晚会同同事吃团年饭，老细邀请了我哋去佢屋企食盘菜。嚟紧虎年，祝我嘅学生学业进步，我就升职加薪。昨日去了年宵市场，每个摊档都好有特色。我买了一盘兰花，又吃了香喷喷的萝卜糕。年三十晚会同同事吃团年饭，老细邀请了我哋去佢屋企食盘菜。嚟紧虎年，祝我嘅学生学业进步，我就升职加薪。年宵市场，年宵市场，摊档，摊档，团年饭，团年饭，盘菜，盘菜，升职加薪，升职加薪。好，咁大家就练习下啦。喺度同大家拜个早年，祝大家虎年步步高升，事事如意。好，系咁多，食饭先。